我在试身，好家伙，我提点事儿了。出马路，我说刚出马啊，还没上呢，打那边过来一个妙龄女郎。我来人了，英国人，不，外国残疾人，各有道，看见了，来。你当上帝走了，上帝在洗澡就走了，赶紧穿穿完了迈步往里进，进去吧，英国大三分也有门，不废话，来回刀子门，咱们中国单片门，好，双向门它那个不一样，四片门，四交叉的中间有个柱子，四片玻璃门，朋友们进的时候啊不好进，太好了，不能走快了，走快了碰脚中间，走慢了碰脚后面，正走向你啊，上门走，后悔了，上门上门算进去了，我进去以后啊发现一个很严峻的问题，什么英国大餐厅屋里头的建筑都建筑一模一样，都被你转出来了。啊，你这全本儿都没见过。我去哪儿跟国外交流这些年，对吧？会，那你还有？不是，怎么地上还有泡沫呢？怎么？就不要再洗了啊！哎，哎，啊，真不一样！哎，成功了！哎，成功了！我打那边过来一个蚊虫啊，红色的帽子，红色的衣服，长得不好看啊，长得像甩东西，我都不爱理他。哎，那就别冒昧了，我都不爱理他，我都不拿这个瞧他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拿我这个膀胱这么一扫。对，我在放你去。雪儿，不要再说了。您拿什么看呢？膀胱，你这，你大，你这太高科技了，你这个。不懂了，告诉你啊，往前看啊，这叫直光；是，往两边看，这叫膀胱。哎，别搞了，我有俩膀胱。什么？死不？你父亲呢？没着急吗？那父亲呢？啊？父亲？换个相啊！一会儿坐一会儿。小哥，哎呀，人家小哥不是好词儿，骚气。余光，余光，新鲜吗？多喝水呗，我就是。我都不拿这么瞧的，哎呀，但是还是过来了，瞧我像我这个弹孔帽。你戴一什么冠？师兄帽。不是，戴师兄帽。我这戴礼帽嘛。哎，都怎么礼帽礼帽。哎，我就给他了。他说呢，给我放到衣帽间，我走的时候还给我，我问他，他说给我，是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这小辫儿，我就给他，给他，我这个眼镜，给他戴眼镜，皮眼镜，皮眼镜，给他，不，隐形眼镜，哎，给他，口罩什么用的？口罩，哦，鼻子罩。真全了，给他，给他，小杨，拿这个，你摘的，你拿什么吃饭的？哦，对对对，小杨拿回来，不是我的，你弄脏了，我的天哪，这是多少？差不多。
带一瓶都试过了，最后才试过。围脖，哎，围脖，多少分儿这是？我的天，拿去，拿走吧，毛围脖，这身体还搁这卖的挺好，脖子套，给你，大棉袄，我拿去，大棉裤。大皮衣，你穿里头，大皮裤，一套的，大绒衣，都热的都，大绒裤，大毛衣，大毛裤，对，套上了，拿去，大青衣。大青衣，你刚才洗澡没洗？大内衣，真没洗呢。大内裤，你不是吃饭吗？不洗啊！我看我的内裤演什么？你不懂啊，任何大餐厅煤球炉子烧得特别热。哎呀，煤球炉子不热。现在说了，你还穿着，是不是？你这点衣服占人间屋了。我穿着，内裤我怎么穿着？你穿上吧，又干净又凉。好学生吗？好学生。